Hello， 江江，今天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基地，大概在这个黑猿镇旁边哦。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呢是还蛮好守家的。来来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哦。OK， 你看到我把这边盖这个减速陷阱，不用机枪塔，也不用耗电，啊，一样可以伤怪。哦，这边全部围起来。全部都是减速的，然后试试看怪可不可以过来哦。OK， 来试试看，转换器有没有？我先放，现在有3400。3500 ，OK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边边给它盖起来。好，准备开始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5分钟。没有，怪直接受伤。沿路有没有？沿路跑过来，沿路碰到。来啊来啊来啊，过来啊过来啊！你看哦，非常好守啊，除了会飞的哦，爬的、路上走的，就这样子，看他自己自我毁灭啊，他还是会丢东西啊，他还是会丢东西，哎、欸，来啊，上来啊！看你们看，哦，又来一批哦，又来一批。欸、这样好像他在里面重生的话，是不是放一整排就好了？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哎、欸，哦，这个东西哦。哦，水哦，哦，别炸掉，水哦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再来啊！这样子确实好像都是在这一区哦，另外一边都没有。马来西亚就先放着呗，没有怪重生了，就这样子啊。哦哦哦哦，快到第二波了，对不对？那要等他第二波出现。来，我的小飞机跟你一起玩吧。断招。来啊！还有什么？还有没有？打不爆他耶！蹦！没打到。探照灯。哎，从这边打你就好了嘛，来啊来啊，还有没有？好，等第三波了哦。这样也不会太激动啊，太远了，太远了啦。又来多，来来来，看吧！
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出来玩啊！好，第三波要来了。哦，感觉比较厉害，21,200，17,000，哦呦呦呦，这痛，哎呦呦呦呦，我躲一下，我躲一下。家具坏掉了，家具坏掉了，没事，好不好？没事。哇，是不是就这样完成了？我觉得至少还比较好守一点啊，至少不会直接跑到家里来。这不好拿咧，3500啊！有没有看到3500？然后再下去拿东西。耶！好啦，除了一些家具坏掉，但是至少守住啦。好，给各位参考一下我守家的方法。先这样啦，各位，拜拜。